疼我吗？可以啊。哦，我是你姐姐吧？你是我妈妈。哦。哎呀。哎呀。因为是你，我是你妈妈。对呀。嗯。长得有点像。我说。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浩明。浩明。对呀。浩明。哎。做什么事？不做事。没有事就跟着我生活。对呀。哦。咱我想的，咱去商量商量。好啊。咱到东平老家去看看行吗？可以啊。有车坐吗？有。哦，咱两个人坐车。对呀。嗯，我想那天天气好。啊。可东西去看看。好的。我家里有老爷爷。好。还有两个少爷爷。好。还有张玉英老师。啊。他们都是老人。啊。我想去看看他们。好的，好的。行不行啊？可以啊。那要是坐车，是什么样的车？小车。啊。火车。火车。对。可以坐在里头。对啊。也可以睡觉。对啊。哦。那得有多少钱呀、啊？不要钱。不要钱。对啊。是你单位的吗？对啊。哦。你现在是在你单位做什么工作？你先吃饱了再说。哦，吃饱了再说。对啊。慢慢吃啊。慢慢吃。啊。你做啥的？我不吃。